立法會開會，今日都預咗咧就亂曬大龍噶啦。咁啊，結果咧就立法會秘書處咧就派保安人員，希望咧就可以趕呢個游蕙禎同埋梁仲恆咧就出議事廳。咁誰不知咧，泛民主派咧亦都早有部署，咪走咗出去咧就圍住咗兩位青年新政嘅議員。嗱，如果呢個真係早有部署咧，就部署失當啦。因為言語有雲咧，就一張圖片咧就代表咗超過1000個字以上。今次呢個圖像嘅信息咧，就民主派失察啦，因為等同咧就係青年新政嘅核心，民主派喺外圍，甚至誇張啲講，而家係咪民主派嘅議員咧推舉啊游蕙禎同梁仲恆做佢哋嘅共主咧？嗱，你可能會話有冇咁誇張啊，黃榮？喂，有陣時啲嘢就咁誇張喎，因為一張圖咧不斷咁流傳落去咧，信息啊只會越嚟越強烈嘅啫。咁點樣可以度好啲咧？留意政治十八，到時同你分析。